大部分的人伫咧旧历年节前后，拢会伫咧庙的位厝内面的人点一拍平安灯。但是有一寡独居长者，因为经济问题，煞无法度来点灯祈福。因此，彰化市公所伫咧侪年前，就为独居长者伫咧为惠江举办免费安放公平灯的福利，而且这个活动今年嘛已经迈入第九年。这个为了独居时段免费安放公平灯的仪式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对经济弱势，因过去拢无法度来点，因此对民国1804年开始，彰化市公所为家属立户甲独居时段创办免费安放公平灯的福利了后，今年是第九年伫咧固定古迹为惠江办理，好弱势朋友会当继续受到生命的保庇。市公所主任秘书许进佳表示，个人宗教信仰虔诚，尤其是个人或者是公司行号等等单位，为了各种无同款的需求，总是会伫年终岁末或者是过年前后，到庙市安放各种无同款的灯，譬如讲平安灯、光明灯、太岁灯等等。虽然对一般大众来讲，几百块可能不是问题，但是对经济普遍伫咧弱势，甚至是贫困的家属里好甲独居时段来讲，几百块嘛可能造成未少的负担。为了让弱势族群买当得到生命的保庇，彰化市为民国1804年开始，好家属里好甲独居时段免费伫咧惠惠宫安放光明灯，到今年已经是第九年。许多国人呢，在新春期间呢，哦，拢会来咱祈庙来点一个光明灯、甲平安灯吼，来祝大家己吼会使身体健康、平平安安吼。啊，咱虽然一个光明灯的费用吼，可能数百元、甲数千元不等吼，对一般的国人来讲，可能无啥物负担。啊，但是啊，对咱的低收入户吼，啊，甲咱独居老人来讲吼，嘛是有一个经济的压力啦吼。啊，所以彰化市公所对1804年开始吼。就免费来对咱的吼，咱的独居老人，甲阮的吼，迄个低收入户免费来点灯吼。那至今已经甲即摆已经第九年啊，啊，今年来到咱的县王庙吼，吼来举办咱的县王吼，来嘛，甲因继续来甲因庇佑吼，啊，让咱的身体健康平平安安。啊，今年吼，咱的低收入户吼，总共有196人来申请吼，啊，咱的。迄个独居老人有差不多25人来免费申请哦，啊，即摆咱有可能提高咱的吼人员名额，可以继续来点灯吼。民众柯女士表示，点灯费用至少几百块，市公所这个成绩，互因真温暖。来参加这個聖王的这叫做聖王宮是吧吼，会点光明灯嘛？阮足感恩这個市长，伊想到阮这独居老人比较无助，啊，阮的里长嘛介好。市长甲里长啊，市公所，大人帮忙在弱势的啦。因为阮唔免去甲人个庙抢，讲要点，咱彰化就替咱点好啊。所以阮这吼独居的人吼，真正有市长甲里长安尼有照顾着，很感谢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目前已经为221位独居时段甲家属哩好点灯，有点灯意愿的民众会当伫月底前将资料填好，送到惠惠宫就会使。新竹华新闻李敏宏彰化采访报道。